今天天气好好哦。我想要这个月开始拍 May Vlog， 就是因为五月是我的生日月，然后就想说可以拍一些影片记录一下，但我不一定会每天拍，就是今天有什么活动，然后我才会把它录起来，就是记录成一个 Vlog 这样。那今天中午要跟我同学去吃饭，所以就拍一个小影片啦。OK， 那我等一下要先去上我早上9点的课，这样不行。我们点的不一样的锅，生日大餐。那我今天就是来吃生日餐，然后拆他们送给我的礼物。而且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帮你拆过了。啊，又来扫，直接帮你放。你要把这放进去吗？哇，是钱包耶！哎，是钱包哎，是钱包，是钱包，没看到钱包。是日本的，哎、欸，其实这是仿的啊，这仿的也用、啊，是虾皮买的，什么身份用什么东西？哎、欸，心里面是这个我喜欢的颜色，对，谢谢，还要谢谢鱼君哦，然后谢谢他们三个，太棒了。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 都是 Uniqlo 的，去年买的，去年买的，超喜欢这件裤子的。我们来逛秀泰，红之先回家了。Queen Shop 逛起来，我们下午来上最艰难的淫秽课，结果竟然收到两杯星巴克，猜猜是谁送的？是鱼君耶，鱼君太贴心了，爱鱼君。大家晚安，现在是11:39，要12点了。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然后现在来剪一下我上一支影片，等等就准备要去睡觉喽。那就先这样了，给你们看一下我新购入的熔烛灯，超级喜欢。我现在点的是一个玫瑰味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那就先这样喽。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7号，星期五，然后现在是早上的10:45，快要11点。然后我今天是没有课的，所以我等等要跟爸爸妈妈还有阿姨还有姐姐他们一起去吃我的生日餐，就是我妈妈特地为我就是举办了一个生日餐，然后所以等一下跟我们一起去吃，比方说可以录一下，我妈去经典吃一样吃 buffet， 最近好长哦。然后下午的行程就是一直去健身房运动，晚上我就会回家。给你们看一下我的 OOTD， 这是之前在 H&M 买的一个裙子，那我随便配一个花花小包，因为我要装运动的衣服。好，今天大家就这样简单穿一下，主要是要去吃个饭。那我等一下就出门喽，拜拜。Hello， 大家，现在是下午的3点，然后我要准备去健身房运动喽。给你看我拿到的礼物。吃完了运动一下，肚子需要一点消化。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六，5月8号。然后今天晚上有大家要帮我庆生，就是我健身房的姐妹们要帮我庆生，开心。然后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我要先去找娜娜子拿蛋糕，就之前给她买高雄蛋糕，然后送来的时候要去拿。然后我等下想要去全联买一些材料，又想要来做一个甜点。好，那就先这样，跟我一起出门吧。好远哦，我骑好久才到。我拿到蛋糕了，那我要回家了，他要帮我开门。有啦，瘦爆了。回家。拜拜。拜拜。拜拜。
走，去全联买菜。赞。二斤面粉，还有刚刚拿的葱，无盐奶油，拿一个。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我的乳酪丝还有葱加进去，牛奶倒进去，然后我现在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我的烤箱也已经在预热了，烤箱是200度，你们看一下，目前已经烤了7分钟了，好怕拿不成功哦。希望会成功。烤好了，给你们看一下，我后来烤了30几分钟，因为我发现这样好像会比较熟，然后好香哦，应该蛮好吃的。这我刚刚偷看有没有熟的那个样。耶、yeah, ，我等一下再烤第二 round。从高雄带回来的不二之国的芋头卷，感觉很好吃，等一下切来吃。3 hours, 3 and a half hours. Three and a half hours. Go a long, long, slow. So many food. I don't really know. To get some, hear that music. It's pop, it's our anthem. Yeah, that's the good stuff. Cause we're all having fun. Party's only begun. Walk in the room, cover up your eyes. I know you wanna have a big surprise.
光真的好美哦。Hello， 大家 Good morning， 好久没有录 vlog 了，今天已经是星期四啦。现在是早上8点，我就到学校来打网球。你们看，啊，好热，好热，最近真的好热。我跟娜娜子月要打网球，然后现在等她来，那我们先去坐着等她吧。早安呐，我在录 vlog。好，那我们要去打网球喽，耶、yeah, ，Go Go！今天是换他当值日生，我们要去那里打网球，一起走吧。太热了，都没什么人在打，平常可是很多人的。打完网球了，耶、yeah, ，超热的，我们要去吃早餐。可以笑一下。你们吃早安游戏。然后我们两点一样，但我是抓饼，他是蛋饼，都是板烤猪肉口味的。打完网球就是要吃早餐。Hello 大家，我刚刚吃完早餐，然后我就赶快要来上杠铃课，因为难得我今天早上没有课，可以多一堂杠铃，不然平常重训的部分都太少了啊。所以我现在在等待杠铃课的同时，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真的好热，你看我都已经不想穿外衣了。耶、yeah, ，走吧。今天中午吃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午餐，有鸡胸肉、豆皮、菠菜、蛋，还有红凤菜在底下。Hello 大家，我中午吃饱了，我准备回去上学。在上学之前，我想去买一杯星巴克，我一起去买咖啡。很好吃的麦芽饼，请美女试吃给我们看。我现在拿下口罩。好吃吗？我在画着表格。跟你们说一个惨况，像我们班停电，又要做梅花座，你看红军热的跟什么一样，还要戴口罩，崩溃。要不要下课？好热。Hello 大家，现在是星期五晚上，请大家不要介意我那么头发那么乱，因为我刚运动回家，那我刚去买了花。今天是周六，然后的早上，现在大概早上快要10点了。然后我今天陪我妈咪回娘家，我回来和美，来我阿妈家，然后应该会在这里待到下午。你看嘛，好漂亮的花哦！这里好漂亮，今天小花子好多青菜哦，这都是大家自己种的。回家了。